喜欢它的皮哦。我们会煎得酥酥的。它皮咬下去那个味道很香哎，我觉得这真的也会是我的第一名。你现在很像一幅画哦，刚好那个阳光又洒进来，哎，还在拍广告。哇，哎，淡淡的酒香，很好喝哎。对对，有一种淡淡的情调，对不对？本节目由消费高手胃肠好冠名赞助播出。